只看到这个效果都很难不心动吧？何况我只用了睫毛膏，完全没上眼影，你敢信？化妆化到一半，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款长颈鹿睫毛膏。你们看我这两只眼睛的对比，这真的是不用去种睫毛也可以刷出来的效果。因为它的刷头是很细的，所以膏体分布非常均匀，所以就非常好操作。刷上去睫毛就会立刻变得有存在感，就怎么刷都不会结块苍蝇腿的。侧面看也是很显强，而且很卷翘。像我啊，下睫毛比较短，也比较杂乱，但它就是能给我刷出快两倍的长度。而且刷完你们看，我会蹭的上下眼皮到处都是。还有它这个防水防汗的能力，我直接上脸给你们看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我昨天刷完，晚上在路边呢，就突然看到我的睫毛还是往上飞的，超级翘。我自己之前呢是已经用空了一个，真的是超好用，完全不需要什么手法就可以刷出这种根根分明又卷翘的睫毛，而且一整天下来都不会塌，真的超神奇的。